Alors, pourquoi ne pas venir me chercher? Je ne pense pas que je vais pouvoir aller chez toi aujourd'hui. D'accord. Hey security, there was someone. 让保安抓住，他又会被关进警察局吧。All right. Pourquoi ne venez-vous pas me chercher? Je ne pense pas que je vais chez toi aujourd'hui. Ouais, tu me manques aussi. Bon, tu peux me chercher à la porte de l'hôpital, ok?你在干什么？苏维埃，啊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私闯药房是可以定罪的？谁私闯药房了？我来看看。阿扎纳美，艾滋病维持药，你偷药。谁说我偷药了？别讲得这么难听。我来买药的。你不用再狡辩了。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在非法倒卖处方药。怪不得苏维安，你突然跑来医院应聘个翻译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我没有，顾医生，顾医生，你听我说嘛，顾医生 ，Security， is anyone there？ 你轻点 ，Hello， 会被发现的。你胆子这么大，还怕被发现啊？我刚刚在外面看见你在这鬼鬼祟祟的时候，就应该叫保安把你抓走，现在也不至于被锁在这儿。你听我说嘛。你要干嘛？打电话叫保安。别这样嘛！忘记告诉你了，这边下雨就基站不稳，没信号。看来是天意，你应该不会再把我抓进警察局了吧？你难道不知道药房里的灯都是关总闸的吗？你要干嘛？找东西，把窗户砸开。那怎么行啊？这样的话我们会被发现的。什么叫做我们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敢跑到这儿来偷药，你就该想到有这样的后果。行，你砸吧，反正我是你招进来的。到时候如果被发现了，我就说是你指使我让我来偷药，然后拿出去卖，事后三七分，你七我三。不是，
你这个女人有没有一点底线的呀？什么是底线？之前吗？